下载，它叫 Room Heaven， 它现在在那个 BGG 上面是第一名，那也蝉联了一段时间了。那因为它过于庞大，所以我们很难桌游就是找不到咖玩，所以说这个现在出了这个订购版的话，我们就先来测试一下。那昨天因为已经差不多试完了一下，哇，马上就死得很惨。好，虽然有过第一关，拿到一点钱，没关系，今天重新来让大家了解一下，因为昨天真的玩的还蛮惨。那你进来以后，它因为它改成这个 Adventure Mode 啊，就是说不用再像单机一样，那一样故事就是你们要去第一关就是打这个嘛，那他这个打这个强盗嘛，那他有这个两个英雄，你就是选你要这个 Doom Crushers 这些，就是等于石头帮这样子类似很硬的，还是你要选这种有刺客的会施法的，那他可能就是难度会高一点。因为我昨天就在跟这个都不太懂，就玩的很惨。那英雄有一些英雄，他一开始就有一些装备，还有这个上面插他就是只能跟着吃，啊，这个是会掉下去，要水这个怎么可以？那英雄有各种的四个卡片，他每个卡片分上下两个。如果说你每一个回合你选两张卡片，一张就只能用上，一张就只能用下。那用完了就到器材堆以后，哦，你要休息才能够继续玩。这边选难度，当然是选简单的。它是说正常模式，所以其实我昨天玩正常模式就打得很惨。跟小时候那个感觉完全不同。好，欢迎我们那些佣兵的朋友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旅店嘛，还有规划旅店。说，看到这个要去打这个强盗首领，强盗麦登，强盗队长。那说你要先打强盗队长的话，最好先周围先。这个是那个我们找到的这个强盗的那个 hideout， 我在这边的。那这边有三条路可以选，那看你要选择哪一条。它就是简单的，就是绿色。他一样会告诉你说，你选这个有14块钱，然后26点经验值，完了以后会拿到一个 Wand of Storm， 就是风暴杖，然后还有 Tremor 杖，小地震杖，还有鞋子。那后面那个三一又看看，是不是说使用的次数，还是说比较容易坏，还是什么？那当然，后面如果你选男的，看一下，这个经验值，哦，他只要打一关呐，就是男的，他这个要打三关，那每次不一样，那他打一关经验值又比较9，打一关就是9块跟16经验值，他这个要打三关，所以这一关就已经很难的，很多经验值的意思，可是他的那个。保障不怎么好，就是个小瓶的补水药而已。好，那我们一样不要被他骗了，就先选简单的。好，那告诉你们说我们要去打这个间谍手，那个强盗守卫跟那个强盗的面试，先走到这个 Razor Den of Razors 那个，它会有这些随机的这个 encounter， 突然遇到，你看到 Old World，
the side of the road. Some folks believe that dropping some coins will bring good luck.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井，哎，丢十块钱，问题是我们刚开始啊，没有钱，哦，那个这个游戏的钱是能打过来才对。所以你一开始遇到你没什么用，就是做钱这样。蛮多很奇怪，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过那个，因为是桌游，很过。哎，这个也叫简单吗？我一进来就生啊，四肢包围我这样子，这是简单，简单在哪里？好，那我们有十二滴血，他们都是四滴、四滴、五滴。哎，我们先把这两只，对啊，看一下，他这个每个人出两张牌，这两只站在一起，所以我如果可以过去，然后记得有一招，这招。这个也只打三啊，还是可以打三只，可是这个打二。他这一只来，这只有什么招？看一下，前后打，范围打，看他给，但是他那个卡片哦，他像他这一张。它右上右下角有一个这个烧掉的，它的卡片就是只有一次零件，那可以下四个这个远程攻击，可以多打一个目标，就像这种丢石头，它这种丢石头打三点，它可以多一个目标，打三呐、啊，所以一开始你要打四个人，可能就是要出这个绝招，像这一只我记得有一个绝招叫做那个 Overwhelming Assault， 这样直接打六就可以直接把这只给带走，就是这个。那一样要走到这个面前，走到这个面前的话，你可能就要用那个，不过这个就只能用一次啊，所以我们就分开打好了，先砍一下。等一下，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用这个，哎，谁打我的队友？这个上面谁打我的队友，就换成打我，然后再换成这个，那个只要打我，我就会反击。好，来，这样，那我只要冲到。这边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人就不要太远，我也可以用一个，就是说，哎，下面这个，哎，给大家就受伤，然后队友有个盾。队友补个血好了，哎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那他每个人有一个速度，像这个就是我这两只速度快一点，那他们才会先，他们才会动，所以好完了以后，因为这个如果在桌游上还要帮电脑抽，那个就很累。那现在这边的话，电脑都帮我们做好，那。这两张牌呢，你只能这个选上，那个就选下，这个选下。啊，顺序是你可以先看你哪一个要滑动。所以很简单，我当然就是先都无所谓啦，反正因为他先动嘛，所以打队友就是打我。哦，好，确定。好，他打我就反击。好，确定。那这一支就结束了。这只那个 brute 就结束了。那这一个呢？这个本来是要帮他补血，可是他动作太快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这个就是那个，选择这个移动二 ，all adjacent ally and enemy suffer one damage。这个移动还要撞到你，对不对？
选这个的话，你就要那个 target all adjacent end 打三就对了。你可以走两步过去，只要靠近的都打三，这样比较没有很好，因为他们都没有很近。所以我的话用这个，不是邪恶，也是。所以我就可以先用这个零，大家先。当然是希望他射伤，所以用盾挡住了。那反击不到，因为这个家伙有点远。啊，他哦，你受伤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要选择说烧掉一张牌，还是受伤？”他当然是受伤，那时候这个是打牌游戏嘛，还烧了就洗不回来。哎，这个近战的来了，哎，打一点，我反击了啊！对，我有这个旋风炮，哎，又打不过，完全在我计划当中。哎，结束了呀。好，那这就是一回合。那你刚刚出过这牌啊，就已经到弃牌堆里面就灰掉了。啊，你想要把这牌拿回来，要用这个晚休息或长休息。短休息就是随便弃掉一张那个你的手牌啊，就前面这八张手牌弃一张，随机弃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牌拿回来。啊，长休息就是你自己选一张弃，